嘅，第二個好現實，要不要跟陳空啊打個招呼？陳空啊，怎麼說？打家號，打家號，打家號。Off 的王庭 ，Off 的王庭。一個 Off 什么的风景绿，风景绿，你们好漂亮哦！啊，你们好漂亮哦！你们该回应什么？你们好可爱，好漂亮！好了好了，完全听不清，听不清。他们说你们很帅了啊！这次来到成都有一个事情很重要，就是最新的电影啊，《无限斗志：暗夜双龙》。那这次电影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特别啊，除了剧情非常好看之外呢，两位演技是爆棚，同时这一次也是作为出品人在，而且我看到后面的时候，发现有那么多的电影合伙人、粉丝的名字在下面，这次跟平时演戏或者单纯演戏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最后一句什么？就是作为合伙人，作为出品人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跟单纯的演戏有什么不一样？单纯的演戏啊，对，嗯。其实，首次也是作为影片的，怎么说？就从全程，然后一直到最后，我们俩都在跟。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影片，我们有付出好多东西在里边，有好多思想在里边，就是想给大家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。好，那粉丝们对这个答卷满意吗？满意。对，那这次是。其实很多的桥段，我是觉得两位付出很多辛苦了，比如说有大步流星、邓小康在奔跑的环节，对，王晶的，然后有这个从摩天轮跳下来的环节，这边的，然后对，挺危险的，两百多险的。除了这些好玩的片段之外，不是好玩，很危险的片段之外，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？因为好像很多都是需要我们是无实物表演。这位你先说吧。对对对，啊，无实物表演你比较多。来，我先演一下。无实物表演。对对对，就像比如说咱们在片场导演会 Q 你，那个，好，大宇，打开那个提示板。好，选择一，输入密码。好，收集提示板。没事。拿错，这条就得重来，重来擦。其实有好多比较难忘的一些桥段，就比如说我们俩有一个摩天轮的戏啊，对，但那个摩天轮怎么样？其实摩天轮是想一天拍完的，嗯，但是呢，那天可能是因为是假期吧，给了那个摩天轮那个就是老板多少钱，那个不知道，这是生活制片的事儿啊，嗯，但是那天可能有游客比较多，后来就把我们撵走了，那点钱可能不够了。老板说什么也不让拍，对，不让拍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出出，下车，下车。那我想问一下吴镇宇，那个跳下来的时候，其实高度还是有一定这个危险系数的，心里有挣扎吗？就那个跳下那个高度吗？对，你知道有多高吗？多高？啊？多高？我觉得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跳的高度。比这个二楼还要高。哦，第二个朋友，但是你真的，这个我想到了，但导演说了，你是要命还是要什么？反正，在地下那个滚是我滚的，咱跳下来那个时候没办法，因为实在太高了。对，所以说是细心的朋友们可以发现，就是所有的镜头都是之前拍的，只有这一跳是最后一天拍的。对，拍完之后，大鱼两个月没就不见人影了。但是这比有些就是可能踮个脚就会恐高的人要好一些吧，啊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所以不大，我觉得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如果是我，我绝对不会这么站的，真的。你别往上看，你怕高，我别人不看了。我替你看，来，你往上。我这样看没事，这样看就害怕了。是，那刚刚其实你们没来之前的粉丝们是把你们的歌都全部唱了一遍，唱得非常的好听。那除了刚刚听到的三首歌曲之外，接下来有没有些音乐上面的动向？目前，没有，目前没有。我还想他说一点什么那个，就
你说你说你喜欢的音乐类型，然后你会发现的方向也好，没有，没有。其实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所以我不接话了，就是把主持人打，但是堵到墙角，无路可走。我想这么好听的声音怎么会不出片呢？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么能唱为什么不唱？对不对？对，是吧？主持人刚才一脸黑线。我怎么现在就说？是，那文清呢？啊，在会有这个计划，然后如果如果说做成成品，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听的时候，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对，现在一直在筹备。对，那今天我们来这边有一个重要任务要宣传，就是我们的电影啊。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包括形式，还有它电影的呈现的剧情都非常精彩的。可是我觉得有点，我自己觉得很遗憾的是，刚刚觉得啊，好想知道答案，完了，没了。所以后面几部的话，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推出？如果说一个电影，就是通过一个电影，你就可以知道所有的故事发展情节，触摸的中国，那我们拍的就太失败了，对吧？一定要留一个，不止我，而且我们两个在里面留了不止一个悬念，不止一个梗，所以就敬请期待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是比如说挺值得期待的吧？对，所以再次也是掌声送给我们的乌鸦和麻雀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环节要到达的就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大比拼的时间了。刚刚进行到的是无实物表演，其实我发现在电影当中有些有实物的表演，包括两个人斗气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啊，斗气有实物表演吗？就是面对对方啊。什么？他说无实物表演，他说有实物表演。有实物表演斗气的话，什么意思？这两个面对面很生气的感觉。这个算有实物是吧？对，对方彼此有缘，这叫有实物啊！无实物，有实物手里拿一东西，无实物这样，无实物这样，无实物这样，不是，就面对他们就无实物，你就假装我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点哪个？还是刚才那一次啊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行，还是对的，我这没感觉。是比较喜欢对着的，这样会比较有视线，然后会比较容易。哎，我们俩有传达感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俩有传达感情。有试一下。那我们用那个莎朱丽叶那个。啊，对，用成都话说。刷成了一个 NPC， 记忆碎片化，然后你需要找到一个玩家来带你出去。你以为你自己是美人啊？现在呢，你只能看了，求你看，手下败将。会说成都话，对，各位举手吧，一定是本地的啊，本地的，上台前工作人员验证一下身份证啊，来，你挑吧。
别一个吧，跳一个，跳一个。对，然后我们咱们四个一起，然后就呈现一下当时我们在剧里的经典台词。对，噌不丁。这真的是吗？真的是吗？就举手。我先挑吧。啊，你就挑两个，直接挑两个。对，上次刚开始挑的是中间的，来侧面的有。是成都的。你是吗？你是吗？那行，那你过来。你是成都的吗？你这样人，你先用成都话跟我打一招呼。上来吧，上来吧。这边什么意思？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黄哥？啊，就那个，看完之后想打死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怎么样？那三谁呀、啊？他也是成都的吗？重庆的。哦，你是成都的？那是成都吗？不是，我出去啊。是不是成都的？快了快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如果发现你们俩不是，就给我出去。行，这样。对对对。那既然说了，刚才要选两个成都的，成都的杯杯，那先把这段演完了之后，那个黄哥在吗？黄哥在吗？在是吧？全都把手放下，那个自称自称黄哥，你举个手，我看看。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真有高命的，我天！好，我们是不会让你上来的。大家，我比较害怕这种有才的人。看你，这个时间交给你，你决定。黄哥，这样啊，如果一会儿我俩把这段演完之后，然后还咱们俩演，他们两个演。咱们俩说普通话台词，要让他们两个说成都话。好，就把这一段你在微博上你点评一下，然后我去看你微博，好不好？其实那是我小号。你真的被 AVI 当小号了？好了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对对对，想一下，咱俩，哎，其实你比较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没什么词儿。Hello， 这样吧，哎，这样吧，大宇，这样吧，就往前来点，咱们两个就是，我咱俩说一句，他俩说一句，是对对对，是这样是这样，就行，可以，就说一句我在剧里最常说的，笨点，你用成都话，标准的成都话，不标准的给我出去，笨点，你不行，对，对，这句话你要冲着他说。然后一会儿，哎，一会儿咱们也有话回他，没关系，来。马娟儿，你不得行，有点气质，笨点，你不行。好啊，你不得行。来这样是吧？我有一句话是，求我带你出去。这样，你成都话。哇，他刚才怎么着？他刚才有一个特别轻视的一笑容。轻蔑的笑，你笑什么呢？这样，这句话可以加上，后边如果想说什么，你可以自己加一句成都话，可以吧？来。
那你太听话了，当然过你就过来啊，走干什么呢？长两个年，你是怎么样？你被吓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好，下去吧。没有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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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还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。黄哥，你要写影评啊？这样，那个您的老，这样，让他俩，让他教你一句，然后你教我。哦，可以啊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咱俩学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啊。所以你想教我什么？对，你教我一句，我们俩说。学不学看我。好，先不让他们听。会播的。对对，因为这姑娘跟我一样话比较少，这一句，你交那800字作文她也背不下来。你别一直笑啊，这个说话呀。是你教的吗？你在学的吗？不，你们画什么？我们画和画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现在告诉你？我想想啊，开个玩笑。先冲我说，有完没完？不是，你让你熟吗？哪那么多话都说呀？不是，啊，你家人跟我说的吧？不是，我跟大家说的。我跟大家说的，那你以为呢？我要死了！你教我一个跟大家说的吧。完又得这么长时间，你知道？好了，不要再学了。他教我一句话，说我想跟成都的妹儿交朋友，这个不好。你是用了什么不好的软件了是吗？这姑娘，你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？你都习惯这种话了。好，你先说。我先再把你们喊再喊一遍。幺儿，我爱你。幺儿。你再不好意思，就让个主持人有点尴尬，因为我怕你不懂。你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？幺儿，我爱你。幺儿就是。我爱小儿子的意思。什么？幺儿，差不多，可能是爱情吧，对不对？啊？叫儿子？刚吓死了！刚刚他们叫你的是男孩，男孩的，就是男孩，你好帅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说点大家不知道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就不知道的不能说。你那么半天就教了这么一句是吗？哦，他教了好多句，我都学下来了。好，所以都教完展示完了吗？啊，对，来来，主持人，你请你过场。差不多。啊，主持人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也尴尬，因为现场就可能只有我，不是成都人。啊，所以，那你下去。
好，那今天是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也是过来了，很远地方过来的啊。好，那最后时间两位表现怎么样？其实这个啊，表现就还搜索还可以，挺好的，还可以，就给他们一个礼物好不好？嗯啊，一起合照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手机没电了是吗？嗯，你有女朋友吗？那让你的朋友给拍一张可以吗？这里传了。好，不是合照吗？为什么？对啊。好，再次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这两位粉丝，谢谢。他们说没有、那要装吗？那一起来吧，然后我们背对舞台，来这边先合照是吗？对，合照一起来就刚才主持人问你们准备好笑容没，你们说没有，为什么？不照了没有事儿。哎，你现在有点能伺候大合照了，归上是吗？瞬间安静一下，一句一二。
尤其咱们在二楼三楼，然后千万别到前靠了，好不好？注意安全。哎，这姑娘，不用，现在形象比较重要。提醒各位了，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签到朋友，赶快去签到去签到，拿着我们入场券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签名的拍手会了。也希望各位学习更来支持王星同学英语喽。记得你们如果手上是有入场券的，请在你入场前一定要拿在手上，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入场券来进行我们的入场。我觉得成都是一个好地方。我记得我去年来之前，这就长了个痘，我今天来就长了一次。你们的热情我还没到就已经感受到了。来成都那叫痘，是活泼。活泼。首先呢，其实我想说，就是刚才有很多我们的可爱的家人上来跟我说眼睛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跟你们说没有问题，我眼睛当时只是迷到，不是说撞到了，你们不要就是往心里去。还有我就想说，我看也有好多人艾特我说你们走 VIP， 我想说的就是我不走，会走 VIP， 因为机场是每次你们能近距离接触到我的地方，而我也能近距离看到你们的地方。所以说对于我来讲，包括你听我说，我香港去一起啊，或者去怎么样啊？总之呢，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，没有关系，真没有关系。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就是如果机场很混乱，也不止我们。就不止我们自己家人，还会有别的人，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是说为了拿着手机干嘛，然后不看你的路，好吧？然后我还要再说一遍，当时很混乱的情况，不怨任何一个人，我们不要去针对某一个人，或者是任何一个人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个大宇说了就不容商量啊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所以说不走外宾就不走外宾啊。你们也不用摆手说不行，没有商量吗？不是跟你们商量，就是告诉你们，好吧？然后说这个话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呀？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不要倒着走，不要跑，不要挤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你们后边会有小孩子，你看不到，对吧？而且这会有楼梯啊什么的，那种楼梯你往下走根本就看不到。对，所以说到时候如果真是我俩机场发飙了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事儿，知道吗？真是注意了。是因为担心你们安全，好，辛苦了。等会儿一个一个说，行。啊，我们也要小心。我的天，好。对，其实有些东西你们看不到，他。老汉，听老说啊。你说什么看不到？不，朋友圈你们看不到，朋友圈。他会发一些打拳的视频啊什么的，其实真的很好的，你们只是。我说他们看不到。我每次话没说完就打断了，怎么这样？不好意思哦。怪我吗？对不起啊！
好好，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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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，这样，时间问题，时间问题。如果我再跟你们多说几句话，一会儿就快两大汉把我架出去了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说句老话，想起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各位用自己的微笑和自己的掌声，再次欢送我们的王鑫，王鑫。谢谢。下次可能就再见了，拜拜。渐渐渐的感觉你不会忘了，曾经放下了所有，一起走过的梦，想起所有的温柔。